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平价的韩式料理店叫 High Soar， 它就位在 City Mall 的底楼外围。它这里有烤肉，有牛肉汤，有豆腐汤、泡菜汤等等，大概一份13到20马币左右，一个人就可以吃得饱饱的。今天我们点了一个豆腐锅，然后再加牛肉，还有再加一颗蛋，大概是15块钱左右。等一下，让我们来品尝看看吧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套餐，有一个汤，然后3个配菜跟一碗饭。哇哦，这样看起来热滚滚的汤，感觉好好喝哦。汤给的很多，豆腐也超嫩的，牛肉虽然量不是很多，但是还蛮美味的。然后再加上一颗蛋，它的这个小菜你吃完之后还是可以再续哦。这样的一锅豆腐汤真的是吃得好撑啊，泡菜也是可以无限续哦。我最喜欢他们这里的花生了，所以吃完以后又叫服务员多拿了一盘。喜欢吃韩式料理，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15到20块马币就可以吃得饱饱的。关注我，带你吃喝玩乐畅游沙巴哦。